光明遍照第十二婆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游巡或百千万亿游巡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远近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时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众生欲思光者垢灭善生生亦柔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修心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月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